大家好，我是刘比。大家好，我是涛哥。我们是第一次录音的。好了，我们不用时间，我们现在直接去跑。喂，怎么这么急赶着去的？介绍完先啦。急？那戏就要是给了5分钟我们拍的，你怎么会那么急？哦，那我们玩什么场啊？石人同心？我们今天玩艺场。那艺场啊？那去咯。艺场。不是，等着先，等着先，艺场？是啊，做什么啊？哎，我哋冇时间啦，行啦，我哋。哎，艺场，喂，等，冇拖我去啊，喂，哇，冇你跟咗啊，十比人爆死啊，啊！好啦，就由我介绍下艺场啦。艺场好简单嘅啫，就系爆爆爆同埋爆爆爆一只字搞掂。啊，咪住先，你真咁介绍完啦？吓咁快嘅，一只字就系爆，要死啦，冇开始啊！哇，开始啦，我空装啊，点算啊？冇装啊，乱咁装啊，实俾人爆死啦！啊，啲嘅话系长啊，开始啦！啊，救命啊！冲啊！俾人撞！有咩人撞？中死啊！哇！有咩人撞？点算？反晒点翻噶？中弹头！有咩人撞？俾人爆！恐怖！快！好多人爆！点算？好恐怖！好多人爆啊！好恐怖啊！快呢？但你冇人 task 嘅。应该安全的了。哎，咦，涛哥呢？哎，算了，不行，我不是涛哥，涛哥你，三车，哎，涛哥死了，涛哥死了，今天死了，今天，为什么玩艺场，这么多人玩，恐怖，怪，好，撞 X。撞 X 草路，佢爆！啊，嚟啊！啊，嚟啊！嚟啦！哇！冇做乜？涛哥，其实大家如果唔用炼金针嘅话，世界咪会和平少少。吓？你讲咩话？哇！我死咗啊！我又死咗啊！我俾爆死咗！唉，系咁死，系咁死，点解仲要继续弯落去？点解系仲玩落去咧？话你乜水啊？做乜你有啲回忆啊？我唔系玩隔篱场咩？点解会嚟咗呢度啊？我啲装唔见咗啊！收声啊！好，我哋继续。我啲装啊！只不过系一班俾炼金装喺度爆爆爆嘅场，你哋唔好再玩啦。既然个跑都变成咁咯，咁点解仲要玩落去？你点解唔和其他人退跑咧？好啦，虽然个跑成堆炼金装。虽然每次玩都会被堆炼金装超前，但是我知道有多老神同高手都不愿意放弃跑，他们一直在玩，为的不是这些什么胜利，只是想要自己的技术。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是改变不到，有时候我们可能真的要向现实低头。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场，就算空装还是炼金装都不是一定会赢的场，就是艺场。冇错，就算死咗几多次都好，就算系俾人爆死、俾人撞死，就算成班友仔喺度六区爆火清场，你都有机会唔死。就算死咗，咁个 F 9又会再嚟过。同埋一班陪你笑、爆死你嘅朋友。冇错，朋友，就算你死咗，你都可以替你朋友玩，为佢打气，亦都会为佢胜利而开心。你哋讲嘅全部都系错噶。唔系，你先至系错，你根本就唔明咩叫做跑，咩叫做艺场，所以你去死啦！就算呢次死咗，感觉 F 9又嚟过，所以喂，你做乜企咗喺度啊？做乜嘢啊？你跑啊！通哥，交出咗一轮档睇翻你啦！冲啊，刘备，同我个你一快！唔理空装定系炼金装，大家都有相同嘅嘢，嗰个就系朋友。冲啊！冲上去啊！冲啊！我顶唔住啊！顶唔住啊！哇！蜘蛛啊！你唔拎个第一翻嚟都重重点啊！啊，死咗啦！死咗啊！